嗨，子文，有朋自远方来，欢迎你。你好，祖儿姐。你好，子文。这是你准备的午餐吗？对，我也是给你带了一份。我发现我们俩之间离得有点远呢。对呀，5米吗？鸡汤这么好，我没有吃过肉啊。其实我没有很喜欢吃肉，然后呢，小猪又受伤了，就觉得好像也不太想吃猪了，吃不下猪肉了，已经吃不下了。我们怕我们俩对视完了爱上了彼此怎么办啊？对呀，你男朋友还在那边等你。我因为我有小孩嘛。你有小孩啊？哇，你很少，然后你是一个妈妈，所以他对你是一见钟情。我觉得应该算吧。啊！你认识阿傻吗？我知道他。嗯，阿娇阿傻吗？对呀、他就去带我去了一个就是喝东西的地方。Are you ready?